二啊，我喺莫，喂，嗱各位，嗱，即係如果係我係嗰肥佬嘅話咧，我攞喺度扮死啦，佢無撚端端喐咁多嘢喎，咁啊陳俊文再 call 到啊，好 ，OK， 好啦，老實講，老婆咁樣俾人搞咧，當然係好撚唔鋸啦，嗯，喂。即係大家會唔會咁做咧？我真係唔知道。可能會啊，都可好難講嘅，因為你咁樣迷奸啊嘛，你唔係老婆發姣啊嘛。但係戒完頸就行得啦，係嘛？同埋戒咗頸，要確保實埋你啦。咁戒頸，我覺得都死得㗎啦。如果你戒得咁深，喂，佢爭在未腳，未除褲腳，腳未。著高遠。嗱，好多嘢睇嘅。第一，佢嗰個 friend 咧竟然走喎，不過嗰個可能唔係好 friend 啦，同佢啊，即係你俾我咧。喂，我一定睇立到嘢嘅話咧，何足喂老友唔好啊，就未必會同佢搏命嘅咁啊咁講。如果係自己有嘅，就一定碾撚過嘅，因為你有長假撐，其實就唔係好驚嘅啊。當然都要講自己安全先啦。咁但係好撚震撼喎，你話走亦都唔奇嘅，都怪唔到一時之間。哇，咁撚嘅事啊，屌你老母咁撚樣嘅，哇咁樣喎。第二，咁就我見到咧，阿雞雞咧就質疑點解個鏡頭會喐。嗱，其實我同大家講。佢呢啲咁樣嘅擺上面嗰、那個CCTV 啊，好歪噶，佢唔會跟住個人噶，佢咁樣跟住個人噶嘛，嗰度佢係好大嘅角度，應該係咧喺條嗰攞咗條片再錄啊，自己錄嘅時候，所以就又影住嗰條友咁樣去懟影埋過嚟，係再錄，佢本身就定咗喺度嘅啫。咁你話係有啲傳染病嘅。其實或者應該咁講啦，個司法體制唔夠健全。嗱喺司法體制健全嘅地方咧，呢啲嘢係咪唔出現咧都未必嘅。啊，少啲嘅。少啲嘅，會少啲嘅，相對地，因為點解咧？你自己代價好高啊嘛，啊同埋啊，咁佢哋而家屌你老尾，喂分分鐘你去報警，話翻你，喂屌你老尾，佢可能有錢噶嘛老細。話翻你哋無告啊呢樣嗰樣，即係你係哇屌你老母！即係學你話齋阿楊佳咁樣咯，咁你唔俾個説法我，就我俾個説法你咯，係嘛？你恰得咁過癮啊！嗱，呢啲趕狗入窮巷逼虎跳牆嘅嘢咧，係適用你 apply 喺唔同嘅時景地都得㗎。你趕狗入窮巷就係咁㗎啦，啊好啦。咁啊，另外一單本來我都有片嘅，但係我唔想播兩條片，因為我哋啲片我哋重温唔上去啊。咁另外呢單就好笑嘅，好笑在咩咧？喺上海復旦大學嘅畢業典禮，我同大家講下嗰個形勢先。佢有張喺個台上面，有張台，有張長台，咁有七八個啊教授導師咁嘅人啦。然後咧就每一次有七八個學生上去，就應該同啲教授導師分別握手。可能被幫，然後頒個畢業證書，類似咁樣嘅個情況。咁好啦，有段片啊，影到有個男生按順序走到去台上面，面對住佢，譬如有八個教授老師，咁有八個學生，即係如果唔係你逐個逐個就有排搞啊嘛。佢面對住準備頒畢業證書俾佢嗰個教授嗰、那個導師嘅時候咧，佢咧應該就係應該啊講聲多謝咁攞張嘢噶啦，然後面前面影相啦。佢唔諗係，佢突然間。呀！屌你一拳就嚼落嗰個老師度，將個老師一拳超人啊！個眼鏡同埋個四方帽啊，導師帽啊，都打撚飛撚走咗，然後就咁啊走撚咗。OK， 好啦，咁據講咧，嗱呢個涉事嘅係一個台灣學生，嗱啲其他同學就話平時咧都係好似好憤世疾俗啊，好似怨恨咁。嗱呢啲傻佬唔係好緊要嘅事啊，但係問題係原來佢打錯人。屌你老味！原來佢本身咧係諗住打個院長嘅，點坐上？點諗知咧？唔知係咪緊張定點樣啊？就打撚咗個另一個教授。呢個教授真係無撚辜啊！屌你老母嚇！嗱又係啊！嗱呢啲咁個成分啊，當然爭好遠啦，同頭先個單嚇。但點解會諗住打個院長？嗱，上海復旦大學嗱，我哋唔好用即係我哋對大學，特別係大陸大學嗰種睇法啦。咁都算係一級名校啦，係嘛？傳統名校啦，或者咁講。喂，點解會有啲人要諗住打個院長咧？係咪入邊？尤其是我睇落去，因為佢係台灣人啊嘛。佢點解會咁憤恨咧？係咪因為有啲習慣傳統同佢嗰對文明嘅理解唔同咧？咁當然啦，佢而家就一定係個壞黐撚線噶啦。
係咪黐線咧？真係好難講嚇，定係佢唔黐線啊？原來係你班撚樣黐線咧，真係唔知啊！好啦，嗱呢一單嘢咧，真係要講呢單嘢。東京歌舞伎町路上美女企街賣春，已經困擾好多人啦，好耐啦。嗱，我咧就真係好耐冇去東京，我覺得我今晚我老婆又冇聽呢節節目嘅，咁我真係要同佢講咧，我哋十月去名古屋嘅時候，不如兜落東京，因為其實咧。各位，我是有鋪咁嘅人嘅，以前而家就冇，但我又可以話鋪人有翻㗎。就係我老婆嗰陣時細個同埋我仔啦，佢哋咧翻酒店夜晚休息嘅時候咧，咁我會落街行下嘅，揸車啊，即係我中意揸車啊嘛，話 OK 兜下啦落去啊。咁我咧又亦都好多年冇去東京，我真係好多年冇東京。東京我梗係熟到不得熟啦，啊，即係我高峰嘅時候九十年代，我個個月都去，係個個月都去嘅。OK 好啦。咁我就唔中意東京，因為東京啊，或者我唔中意曼谷，因為我唔中我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大都會，咪香港咁樣冇去嘅啊。咁當然啦，而家我諗我會中意翻嘅，因為香港唔係幾大都會啊嘛。嗯。咁我梗係要去翻啲大都會嚟感受下，話熙來攘往啦。哇！我喺阿姆斯特丹，屌你老母啲人多撚到，我又搞撚錯。夜晚十一點，當然夜晚十一點個天都係黑黑地啊，唔係太黑。屌你老母旺角咁啦，西洋菜街咁撚樣。嗯。屌你喂！你而家西洋菜街你八點幾落睇下啊？好啦，花園街檔口啊，屌你八點幾都收撚咗大半啊！而家屌黐撚線。好啦，咁啊最近日本集英社咧發覺，哇呢、這個 K 街聖地啊，大久保公園啊，繼續惡化。而家除咗日本靚女之外咧，更加有外國嘅 K 街啊，話喺國際化喎、啊。OK 喎、啊、，OK 嗱、啊、咁都未嘅係重要嘅。嗱、啊，隨住疫情過去，入境條件放寬。外國人在日本企街越嚟越多啦，雖然未有外國人被捕，賣春嘅情況咧被短暫打擊，但係去到今年2024年之後咧，就固態復民，你好撚難打擊嘅。企街聖地大久保公園，甚至回復到搞疫情前更加虛冚嘅盛況。企街嘅女生更加好國際化，即係你估唔到日本會變成咁嘅啫。由中國，Filipinos 菲律賓。沙瓦迪卡泰國的亞洲人到到俄羅斯啦，南美洲的巴西啦，秘魯的歐美人都有賣春啊！近日日本集英社就親自去到呢個大久保公園調查最新情況。哇！即係我哋係咪啤梨頻道都要去影一影咧？要啊！係啊！咁啊，以往大久保公園賣春嘅都係日本少女，但係舊年年尾開始就開始有外國人企街揾食，而且仲發覺。嗯，有啲外國嘅人妖添啊，咁一定有啦，有乜咁大不了啫？啊，嗱，據一直跟進事件嘅市民先頭證交，先頭啊呢度叫，佢話如果賣春嘅外國人咧，有七八成都係人妖啊，有冇咁多啊？佢哋雖然接受過變性手術，亦都打過豐胸嘅女性荷爾蒙，外表同女性無異，但係真純性別咧都係男人，佢哋著住通常火辣開放。穿迷你裙，露胸衫較多，人妖價當然便宜啲啦。但呢啲就仲未叫人妖變性人啫，呢啲嚇。係啦，咪睇下點樣咯。即係我哋一流一嗰啲都係咁啫嘛，切咗脱著張啊嘛。咪如果切咗著張就當女人㗎啦。係咯。我認為變性人一定係人妖一定要係有條賓州喺度。係啦，冇錯。啊，咁先叫人妖。如果切咗係女人嚟㗎啦。佢話咧人妖價錢就平啲添啊，去入去酒店只有10,000 yen，即係500蚊。但係成個報導咧，最重要就喺呢度啦。根據日本媒體報導，陀地即係日本女生去酒店要成15,000 yen啊，即係7.5元啊。各位網友 ，OK 啊，7.5元。請容我去織夢，屌你老母！生長我哋呢個時代。太幸福了，點解啊？小時候，爸爸跟我說要努力讀書，賺多些錢，叫雞很貴的。嗱，小時候真係咁講喎。咁樣教咩？真係係嘛？我未聽過。但係我們成長了，踏進社會了，賺到了。一些一點點好少，一點錢就已經可以有得孤玩了。
嗱，點解咧？以前咧七八十年代嗰陣時，我哋有句説話噶嘛，一夜夫妻百二蚊啊嘛，啲人話要上去一樓一揾百二蚊，咁我想揾幾錢？揾千零蚊啫嘛，千零二千蚊，即係十分一，或者十五分之一。咁你如果而家揾兩皮嘢，十分一咪二千咯，十五分之一咪可能六七九咯，都好貴喎。但係當我們長大嘅時候，屌第一個階段，屌你老尾大陸多少啊？五十块，五十，一百，你以为好卵贵？一百五，我怎么亏？怎么那么贵啊？那你说，你说多少，老板？一百啊？那不成啊？不成就走了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屌你妈閪，咁样样嘅喎。好啦，一直我哋咧，即系呢个嘅人口红利，我哋享受紧啊。屌你老母閪，你谂嗰阵时啲日本啊，一讲就话屌你几万 yen 啊，几多钱啊？七百五。屌你妈，你生于呢一个世代啊，生於亂世，我哋好多嘢失化，但係喺呢一方面咧，實在太撚掂啦。喂，我聽我老豆講啊，佢哋個年代啊，六十年代啊，咁當然嗰陣時就真係離譜啲嘅。佢哋去落嗰啲夜總會啊，喂，嗰陣時六十年代啊，都要燒銀紙啦，嗰啲公子哥爺嚇，再唔係嘅，使一千幾百都閒閒地啦，仲要溝雞喎，係溝雞啊，唔係咁容易。嗰年代邊同啫？唔係咁容易。嗰年代點啊？佢手都我知啊，真係唔係咁容易啦，行同你行埋嘅，係嘛？所以咧，嗱，女性網友就唔知道，男性網友我就冇玩呢啲啊，我唔知啊。但我一傾開呢啲偈咧，佢哋個個都即刻話：你哋個可唔可以炒冤我？隨便啦！哇，個個都屌你有咩如痴如醉？你諗下啦，喺香港做契弟，雖然我係揸揸貨櫃車，八十年代屌揾四五皮嘢，嗰陣時揾四五皮嘢喎，八十年代屌你老母，即係揸揸到話乜嘢？屌你老母閪！琴日你去邊啊？寧夏喎，屌老母揸咁撚遠嘅喎，中間又停喺呢度，停喺嗰度，哇！你一落嚟。屌你啊！我喺個貨櫃車一落嚟，一高啲嘛貨櫃車，一下落嚟，屌你老母，輪一閃，屌你老母 bang bang 牛仔褲，哇！喺呢個六七十年代，七八十唔係六七年代，七八十年代上面嗰啲獎品撚嘢，藍色扯布啊，灰色嗰啲啊，光青咁撚樣啊，屌你老母喺度屌你老母，好似阿邊個啊？阿拱利啊，嗰個乜撚嘢谷豆啊？屌你或者有以前你唔知有條魚脷啊？魚脷好撚正啊！魚脷。於你好撚正啊！於你咩芙蓉鎮嗰啲咁樣，屌你喺度洗嘢，見到架車已經望啦，落嚟哇！屌你攞 band band 牛仔褲，屌你老母閪，佢真係養嗱，我就講一百個馬佬，一百個其實唔係為咗性慾咁簡單，當然性慾係一件事啦。最佢哋翻大陸玩，中意翻大陸玩咧，最撚過癮就係一個條橋，屌你乜過條橋就變咗周潤發，屌你老母閪！嗰啲女仰視你啊，變咗大富豪。而家個仰視度都仲係有噶。上次我問我阿常燕啊，仲係有噶。屌你老尾，喂，你即刻自己咧，喂明明屌咯，明明係可白咁撚樣。屌你老母，你都覺得自己哇好撚型啊！即係林雪變林峯。真係林雪變林峯啊！呢下嘢，喂呢下嘢你真係最咩啊嘛？係啊，係啊，老闆啊，你呢次沙奶啊？對啊，我都很少到這種地方。為什麼不來這裡玩啊？我都不喜歡的，我的朋友就是要跟他們談一下這個生意，所以來啊。你呢？你哪裡來的？你老家？我湖北，咁撚樣。丟你老母！佢話：你在香港幹什麼的？啊，沒有用啊！啊，我在香港都是打工的。啊，工資多少啊？哎呀，不用說了，很少啊，沒有用。都要兩三萬塊。佢那么多，我就我爸爸，我们家里啊耕田啊，猪农啊咩农啊农林的，一年才300-500，有时还没有啊，没有用的，香港不同的东西很贵啊。但系你咁讲啫，佢对眼睛咁捻样啊，你男人为咩啫？屌你老同条女，或者同你老婆吹乜捻嘢啫？你仲想吹？你有几捻有型啊？屌唔好捻玩啦！但佢就崇拜你喎，好啦，翻到嚟香港四日，你之前佢我過兩日再上嚟你翻嚟香港，你都開始忘記佢嘅時候，收到個而家就微信啊，之前就我唔知啊收咩嘢啦，咩 ICQ 啦之類啦嚇，我是小李啊，你不是說星子你係 QQ 啦，你不是說星子山不是山嚟看我的嗎？啊，你忘記我啦，你一睇。啊！你又咪碎雞？你都諗住 hit 到佢喎，你諗住 hit 到佢喎，啊啊！什麼？你想我啊？
試下。哇！屌你老閪，你開始啊，你入睡緊，你都過嚟。佢話試下，我係想你啊，你仲諗住劈到去？好啦，有啲人就衰喎，即係玩開心啲啊嘛。點樣咧？冚到條女，你咪玩得嚟開心啲咯。即係床上又好，乜都好。於是乎咧，收工走去女人街買隻$100，三隻嘅表買夠三隻。嗯，即係嗰個年代係得噶，買兩隻，屌你老味，一隻就可能係啊咩假嘅跌達時啦，不在乎天長地久，只在乎曾經有。跟住買隻，咦好似有個細佬有個啲啲喎，買隻米奇老鼠，當然係流噶啦。跟住咦好似有個爸爸喎，有個老豆喎，買隻獅子神，當然亦都係流噶啦。$100三隻，一樣氹揾到去，屌你老母同你含揾可以，即係打曬車輪啊，打曬剩啊，然後再去兩間，再去兩間。買屌你！佢想喂佢已經，因為嗰時佢物質佢未識啊嘛，真係嗰個年代、嗯、買嗰啲咁嘅假皮手袋啊！哦，點啊？兩嚿水嗰啲啊！哇！你上到去，佢已經好開心啦，嚟接你咯，喺羅湖橋定點樣咯喎？嚇、啊！食飯定嗌咗一台嘢都係喎。佢話：我、哦、不要攬，不要交那麼多黃金啊！美官，美事，美事，交啦！你辭軍，你們嗱喺我，你佢帶埋啲工友嚟話啲咩咧？可能工廠，可能係雞。屌你老母！哇！我個男朋友咁豪氣喎，雖然你個男朋友啊57歲，佢十九歲啫，屌你係照顧埋嗰啲，哇幾撚有面啊！然後即刻，屌你老母攞個手袋出嚟，屌你老母手袋即刻包，再拎埋幾隻錶出嚟，屌你老母喺嗰晚唔使戴套啊！真係啊，即係佢哋望咁樣噶嘛。但係當然啦，玩玩下都會賴嘢。好啦，你話幾幸運？好啦，一直去到佢哋越嚟越貴咯喎，佢哋越嚟貴咯喎。咁於是乎咧。又自從我哋偉大嘅習主席上嚟之後，啲行業又式微啦。唔單止貴，仲係高鬥咗。係啦，仲高鬥咗。佢哋開始咧，唔係佢高鬥又好啦。即係再崇拜你啦。佢有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其實就係大陸啲冚家產。點解咧？譬如當日佢哋過澳門係一級嘅女，而家已經係三級嘅女㗎啦。去到澳門都算啦，冚家產。屌你媽！以前你買張套票過夜嘅套票$288，即係我唔知啊，我聽人哋咁講啊，$288。你來回船包埋場面，包埋過夜酒店啊，條女就未有過夜錢嘅，或者有埋啦，我唔記得啦。咁你咧$288，臨尾俾翻一嚿水佢，喂已經好撚 OK 啦。你而家個套票貴咗不特止，佢睇你唔起啦。因為點解嗰啲冚家產大陸佬屌你老母，喂山青湖青咁樣俾小費喎？你套票嚟啊屌！屌你老母閪！你啊！咁你咪好撚自卑咯。咁你一自卑，你冇心機玩。因為點解咧？你要玩嘅係玩頭先我講虛榮啊嘛，你唔係玩女咁簡單啊嘛。咁啊結果玩咩咧？屌你去撚浪鳩鳩嗰啲乜撚嘢？咩18桑拿？屌你打你隔欄潮快波咧！屌你老母！咁嗰啲女又戇鳩鳩喎，佢又唔知點解好似見到個影咁樣嘅喎，係咪啊？咁樣屌你老母！嗰啲假人嚟嘅好多時，同埋佢見到你啦。唔係佢見到個影嘅啫。後屘先去到就聲稱話見唔到啫嘛。唔係，其實最初係見唔到，反而真係見唔到。後來咧，反唔係係見到個影，但係後來都唔玩呢啲。後來唔係咁啦嘛，打緊直頭。後來唔係咁，佢係入嚟啦嘛。因為點解咧？屌你興，後來興乜嘢啊嘛？有一期啊，興啊喺浴室度啊嘛。係啊係啊，喺休息室度啊，即係個休息室係點樣咧？通常咧有兩種嘅，一係就係我哋按摩啲休息室，係啊，一係就係浴池，係啊，浴池隔離擺啲類似沙灘凳嗰啲嘢，屌你老母，甚至乎。再撚堅嘅係浸緊浴池，嗯，成班幾條女六七條撚樣，個樽凳佢跳舞啊嘛，唔係六七條撚樣浸浴池。喂，老細，準備好未？咁多位老細，因為有時會幾條友幾一班噶嘛，嚇、啊，哇，得啦，喂，得就睇嘢噶啦噃，嚇、嗯啊，好，入嚟跟住又音樂又成啦，係一紮女入嚟，喺、啊啊、個池邊啊，係啊，喺池邊度跳舞啊，你都諗咗喂好撚過癮喎，所以我都中意沖涼揼骨嘅。屌你老母！明明係浴室嘅地方，個個扮撚曬淡定喎、啊。然後其實你啱就啱，唔啱就唔啱咯。喂，啱唔啱啊？屌又你隔離嗰個啱唔啱關你撚事咩？喂，老細，有冇邊度啱啊？唔好客氣喎。啊，跟住你見到你哋屌冇乜反應，捉住條女。喂，呢、這個大波見拍拍啊，台灣妹啊，好撚玩得㗎，老細。喂，屌你女，喂叫老細。老闆你好，喂你，哎老細，唔緊要，冇下渣，堅嘅，堅啪啪，嚇，喂你都戇鳩鳩，哎唔好，冇，我，喂堅喎，堅喎，跟住咧，你嗰啲 friend 見到好撚蝕著，佢話唔揸嚇，
係啊，係撚唔係啊？屌你老母！我試下先。其實我就覺得好尷尬嘅呢條女，但佢一啲都唔怕醜咯。OK， 好啦，咁後來係咁樣嘅。咁你諗下我哋嘅幸福度呢一代人啊？如果你好呢一度，你唔好有冇得講啊？好啦，跟住佢越嚟越貴，你開始冇得玩啦。啊，泰國又平翻喎，跟住亞洲經濟唔好喎，即係越南喎、啊。嚇、啊，然後而家屌你有冇日本黐拜湖啊？屌你老母！你去到日本啊，老實講啊，可能南秀朗嗰啲有計嘅，嗱、我都冇喺節目度講。屌你老母！有番號啊，知唔知咩叫有番號啊 ？AV 啊，你估真係幾十萬啊？幾十萬啲人都喐下。屌你老味啊！好啊，可惜各位網友真係可惜，我啤你。修心養性，如果唔係，我覺得大家都要去日本啊！要啊，東京。你記唔記得以前咧？我哋節目都講過嘅，喺九十年代咧，有一個大中華救國網絡啊！嗯，記唔記得？我哋節目都講過，佢仲有首國歌升國旗嘅，我哋而家唔夠膽唱啦。佢個咩？一屌你青龍底褲上去，咁入邊一班友就係輸嚟，佢哋喺九十年代。二千年到啦，嘅救國經驗，喂，咁樣救國固然係啦，但係比救國更加強啊，就係報仇。屌你老母係，有乜撚嘢係鎮夫江德國搞日本妹，係嘛？即係等於我哋睇啲殺日本仔嗰啲片啊，我哋嗰啲中華女兒啊，屌你老母個閪度擺個炸彈，然後跟住個屌你老母嗰個。日本仔一強姦佢就炸撚死佢啦，幾撚強橫啊 ？OK， 真係咧，各位係好撚，我覺得日本咧，即係你話點能夠想象到750蚊喎、啊？屌、你老母，證明東洋女就係 cheap 咯，北妹咪高咯，你揸住750蚊啦，港紙啊，睇下揾唔揾到個北妹啦、啊，都揾到啊，其實而家 OK， 好啦，最後講埋呢一段啦，有條友有條台灣仔搭 cafe， 佢話。佢拎部手機出嚟，準備影個飛機餐，點知咧個空姐咧就大聲制止佢，唔准佢啊錄影，令到佢好受氣，咁佢就出咗文。OK， 咁啊點知事件曝光之後咧，佢咧就諗住啦，公審人就失敗，不少網民都唔撐佢，點解咧？因為好特簡單，我哋搭飛機咁多年。好多人都影飛機餐噶啦，有咩問題啊 ？OK， 好啦，從來都未俾空姐空少阻撓嘅，質疑男事主有隱瞞部分情節，又有人話：屌你老母閪，去到講到冇好嘢講，話個空姐態度唔好，佢通常都係自己態度唔好啊，就話對方態度唔好。嗱，老實講，問心嗰句，搭飛機嚟講咧，即係咁多服務性行業咧，空姐空少咧，真係相對我真係冇乜。你係咪好好一件事？我真係冇乜試過有唔好態度，少嘅真係少嘅，空姐空少。點會唔好態度啫？點會啫？我都冇乜好少，係冇好少。無啦啦，你去買嘢時就有啲人串友你，譬如著我真係咩啦，但係好少嘅。好啦，各界回應事件話，原來根據佢哋問翻啲顧咧，當時男事主個鏡頭咧係影住走廊，影到空服人員同埋其他乘客。咁空姐有疑慮就同佢講 ，OK。佢話：今次嘅誤會咧，就並唔係拍飛機餐，而係可能拍到空服人員同埋其他乘客。好啦，於是乎附帶話啦，原來咧全球航空公司咧都規定係唔能夠喺機上隨便拍攝嘅。如果嗱，譬如 KLM 我啱答完啦，喺廣播度都會講明啊，唔可以拍攝嘅。你除非你係得到嗰個人嘅，譬如個空服啊，或者啲乘客嘅同意，咁你當然可以啦。啊，呢個係咁啊。美國聯合航空咧，亦都定明咧，乘客如果要影咧，就只能夠影自己嘅個人活動，喺未得任何對方同意底下，係唔可以拍攝機組人員同埋任何其他乘客嘅。OK， 維珍啊，其實間間都係咁講。OK， 佢話咧，維珍航空就話咧，喺機上使用攝影器材同埋相機咧，需遵循機組人員嘅指示。咁即係話，佢人哋有權可以唔俾你影啦。如果遵從機組人員嘅指示，咁所以我哋咧。喺度屌咧，國泰佢哋屌啊屌得多噶啦，都係咧，我諗我哋都係要真係睇件事先嘅。屌，原來你影鳩人，
即係啲男人扮曬嘢咧，可能見到人哋條女靚啊，扮得曬嘢，如果影下呢個咁啊，慢慢上啊，俾人哋發現，我諗鳩鳩咁樣。阿先生啊，唔可以影咩嘅喎？喂，咁咩事啊？仲要喺度死撐咯，呢個冚家鏟。好啦，收陣。